自古以来，狼族每天每夜都想着吃羊，羊族饱受威胁。有一天，狼族的祖先突发奇想，决定发明一种特别的烹羊方式。终于，涮羊肉隆重登场。正当饿狼自鸣得意之际，却发现小羊们都羊间蒸发了。原来羊族的祖先也成功培育了大白菜，他们再也不用冒险外出寻找食物了。为了不让涮羊肉空有其名，整整一千年，狼抓羊的故事持续不断。今晚杀进羊村，将大肥羊一网打尽，以纪念涮羊肉发明一千周年。涮羊肉，涮羊肉，涮羊肉。老婆，这是我对你的第214个承诺，我一定抓到214只小肥羊给你。你最好抓到10000只，可是我最希望的是你平安回来。老婆，这个情人节一定有肥羊。庆祝大白菜培育成功一千年。亲爱的小羊们，别来无恙啊！不好，是灰太狼，大家快逃啊！不要这么见外嘛，一起去我家过节吧。你们往哪儿跑？村长，我们怎么办呢？秘密武器。什么玩意儿啊？哎呀！
象了就走远点儿，不要耽误了本大爷抓羊。你们是谁呀？啊！哼，没见识。这位就是超级厉害、超级无敌的虎年全球动物理事会会长，玉树临风的虎威太岁。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！看来我们家也叫恭喜发财。住手！快停手！住手！拆了多好啊！拆了建游乐场，每天玩乐多开心呢、啊！游乐场那得多大呀？超级超级大！这块石子落地的地方，就是游乐场的范围。阿豹！好，动工！不可以！买什么票呀？你们是游乐场的员工。还不快去干活儿！太岁超级好人，游乐场里实行两小时工作制。你误会了，两小时工作制是说吃饭睡觉只有两小时。什么？简直就是虐待动物！你们还讲不讲道理呀？你们要和太岁讲道理？你这是变相威胁，我们要讲道理。讲道理，讲道理，要讲道理，没问题。我现在就和你们讲道理。一，我跟你们讲道理。二，你们听我讲道理。那还有没有第三个选择？有。我又不是房子，怎么拆呀？我的朋友，你看清楚了。哎呦！包包大人，你真的很多包包啊！可恶的喜羊羊，你也有今天呢！你要是再不去捉羊，我叫你没有明天！老婆息怒，我今天晚上就去。
草原霸主灰太狼家里捣乱，不想活了。太岁，我看这里凉爽又通风，很适合做公共厕所。不错。那我们住哪儿啊？真是不好意思，我没有想过。来人呐！且慢，哼，你们想霸占我的房子，先问问我的亲戚。哼。兄弟们，有人抢我的房子，你们答不答应？答应。听到了吧？大伯、二叔、三叔、舅舅、表哥，我们是亲戚呀、啊。我们帮你不帮亲。老公，怎么办呢？因为太岁在我的家里讲过道理了。讲过道理了，讲过道理了。你要不要也听我讲一下道理呀、啊？看来今天本大王不发威，你们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。老婆，你带着儿子先出去，别让小孩子看到暴力画面。叔叔再见。妈妈，爸爸要干什么？爸爸是要我一定会回来的。上班都要迟到，要太岁来给你讲讲道理吗？不，小的第一天来，不知道该做些什么。你什么都不用做，只要睡觉就行了。还有这种好事儿？好，我做，我做，我做。又是与民同乐的表演时间了，下面有请太岁亲自上场。热烈欢迎，热烈鼓掌。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精彩魔术。怎么让我当道具呀、啊？救命！救命啊！乱叫什么？你要配合我一起与民同乐。阿猫，猫。不是我，你真的要去啊？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喂，怎么回事？气死我了，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停电呢？大家正看得着迷呢。太岁，太岁放心，只要找到了传说中的绿宝宝能源，恶霸王引擎就永远不会停电了。太岁，你想玩多久就玩多久。那现在绿宝宝在哪儿呢？我正在用超级电脑搜寻，很快就会。我不要很快，我现在就要电。阿豹，汪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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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哈哈，现在可以继续与民同乐了。太岁，为了草原青关掉虎引擎啊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再这样下去，整个草原很快就会变成沙漠的。好像有点道理呀、啊。啊，军师，太岁不要上当，这老羊超级狡猾、哦、要是关掉了虎引擎，你以后就没得玩了。对呀、啊，有这游乐场多快乐呀、啊！你这老羊怎么这么自私啊？都不为别人考虑。太岁，你才自私呢，不讲道理。讲道理是吗？来人呐！你就慢慢跟他们讲道理去吧。哼。喜羊羊，美丽的羊羊，谁让你们知识？开饭啦！来来来，请大家吃点好东西。不含任何添加剂，非油炸，超健康。高科技纳米太岁罐头凉面，流口水呀！我的天哪，我们吃的不是面，吃的是寂寞。寂寞怎么吃？哎呀，这些不能吃。幸亏还有存粮。哥哥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石头。哥哥，我爸爸会飞哦。我爸爸也爱吃石头，我们全家都爱吃石头。算了，请你吃吧。谢谢哥哥。哥哥，你看，别动了，咱们一起吃吧。老公，咱们乖儿子都饿傻了。员工守则上居然规定了不许抓羊，要不我早就把……不好，村长晕倒了！过来，村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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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农药。哎，再这样下去，咱们不是累死，就是被毒死。哎，那有什么办法？反抗又打不过那只大老虎。要是能找到传说中的图腾就好了。村长，什么图腾？我爷爷的爷爷讲过一个传说，有个神秘的地方，那里有着黄金做的尖顶房子，住着慈祥、善良、正义的羊神，守护羊族的图腾。只要解开他的秘密，就可以天下无敌。村长，您说的都是真的吗？那我们就可以打败虎威太岁了。那个地方在哪儿呢？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慢羊羊，你妈喊你回家吃饭呢。村长又在抓狂了。厨房究竟在哪儿呢？都快饿疯了。
什么人？口令！太岁英明。嗯，太岁英明。敬礼。嗯嗯。吓死我了！幸好我反应快。啊！随口一说就蒙对了，本大王聪明盖世，不可一世。聪明盖世，不可一世。我没有看错吧？垃圾食品。四脚蛇，我们吃垃圾食物，你躲在一边吃好吃的。可恶！哎呀，哎呦，不行，还是留给老婆孩子吃好了。应该还有的，再找找看。你想吓死我呀？啊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怎么回事啊？我已经破坏了游乐场的电源，连施工队也不能动了，你全家赶紧逃走吧。不愧是喜羊羊，诡计多端呢。不是没电了吗？真是严重无知，没见过可以充电的发电机吗？可恶，现在怎么办呢？快逃啊！是时候露一手了，阿豹。啊，阿豹，哇哦！去把那只狼也抓回来。阿豹，他在那里。你们不要逼我呀！不是吧？
投降，投降！真是狼胆包天，有胆子来搞破坏！我不是来搞破坏的。那你来干嘛？偷东西呀？没错，我是来搞破坏的。哦，太岁，怎么处置他们呢？我给你们两个选择，第一，跟我讲道理。我选二。啊，好，你是第一个选二的人。阿巴，你想干什么？在这大沙漠里探险吧。这是哪里呀？都是你，每次碰到你都是个倒霉的时刻。我一定会回来的。没水没粮，怎么走得出去呀？也不是说没有了。哎呦！灰太狼，你还有只蛋可以吃啊？还给我。这是给老婆和儿子的。不能吃。你还挺有责任心的嘛，看不出来哦。说的没错，那你就应该帮帮我呀。你现在吃了我还是会死在沙漠里的，至少比你死得晚。村长吃了罐头病倒了。那又怎么样？是因为这个喉咙痛、发烧产生幻觉 ，H1N1，你染上了。如果你吃掉我，你也会染病的。哎呀，到嘴的肥羊吃不到，还真是悲哀呀。哦，都说了不能吃了。哦。我感到幻觉了，我得流感了。那不是幻觉，是黄金做的坚定房子。村长说的是真的。哦，里面有烤全羊吃吗？有个神秘的地方，黄金做的坚定房子里面藏有图腾。那只要我们能拿到手，就可以走出这片沙漠，天下无敌。那就可以打败虎威太岁那帮家伙，救回老婆和孩子了。还等什么？快走啊！喂，等一下！原来是海市蜃楼啊！充电池的电快用完了，又不是绿宝宝，军师，虎霸王又停了。太岁呀，别着急呀，全世界我们都开发过了，绿宝宝能源一定是在这里。可是这个虎霸王引擎有能源的话，这里不就变成沙漠了吗？沙漠就沙漠了，全世界都是沙漠的话，大家还能去哪里呢？当然就自愿留下来陪太岁你玩了。就是这儿了，大家都给我过来，走快点儿。为了让太岁继续与民同乐，为了游乐场继续运转，所以现在大家都超级情愿，严重心甘的要在这里挖出绿宝宝。谁心甘情愿呢？
难道又要太岁讲道理？哎呦！乌云，快下雨了！追追！快跑跑！军师，挖那么多没有什么用，又不是绿宝宝。既然是传说中的绿宝宝，一定是深藏不露的。应该怎么样啊？把煤挖光了，就能挖到绿宝宝了。好，给我挖煤。绿宝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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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绿宝宝。哎呦，我怎么都是海市蜃楼啊！先歇一歇吧。你还是时时刻刻想吃羊，不累吗？当然累了，这可是老天爷的安排。狼不吃羊，莫非吃蛋炒饭吗？哎，作为草原霸主，我容易吗？我，也对，就像咱们天生就要避开你，都是大自然的定律。你们做羊多好啊，整天玩乐吃喝躲猫猫，生活压力比我少多了。哎，你也不错呀，一出现大家就怕，又有一个美好的家庭，还有我跟你作对，多有挑战性啊。和我作对很有意思吗？那当然，这是我的天职。你也是习惯了。说这个没什么用了，看来我们以后也没有机会再作对下去了。快去捉羊回家吃饭。喜羊羊，你不是一向都是很勇敢很坚强的吗？妈妈相信你一定可以走出这片沙漠的，妈妈永远支持你，你永远是妈妈的好儿子。老婆，儿子，妈妈。糟糕了！哎呀，别看了，又是幻象而已。是沙尘暴！哎呀，快跑啊！灰太狼先生，我想到办法了。哎呀！灰太狼，抱紧点儿！我早知道先吃了你。
黄金做的尖顶房子。啊，善良的守护神。这一定又是海市蜃楼。是真的，这是守护神呢。谁呀？干嘛的？哦，我是羊族的后裔，请问这里面有天下无敌的图腾吗？有啊，自己找吧。我们怎么知道在哪儿？啊！你们这叫什么态度啊？喂，我会投诉你们的。哼，真麻烦。按照规矩和手续，你们先回答一个问题。啊？为什么呀？规矩就是手续，手续就是规矩呀。哎，算了，你们问吧。问题很简单。天上究竟有多少颗星星啊？这不是捉弄我们吗？请不要这样说，我们是按章来捉弄你们的。我知道，天上的星星和这里的沙子一样多。喜先生，我服了你了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，不信你们可以数一数啊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神像先生，神像先生，9、10，哎呀，喂，数不完的，你们两个快点让我们进去拿图腾啊！16、17、18，又数错了，你们吵什么吵？什么羊族的守护神比虎威太岁还坏？不是还有一个你们狼族的吗？说不定这儿能走出去。这不是废话吗？成功了，铁链断了。小心，快跑啊，灰太狼。这些机关也太不要脸了。等等我呀，喜羊羊。灰太狼，这里。哎呀！村长，这过山车已经改造好了，应该可以飞越通电网了。小声点，别让他们发现了。村长，我们真的能从这里逃出去吗？没问题的。经过我的计算和改造，这个过山车一定可以带着我们飞出这个游乐场的。
相信我的计算，我们一定能飞出去的。村长，请问可以有两个选择吗？没有选择了。村长，我们真的不等喜羊羊了。我们飞出去以后再去找他吧，凭他的机智，应该可以渡过难关的。等一下！红太狼他来干什么？村长，先停下来吧。请你们把小慧慧也一起带走。你别想耍诡计，你是想上车以后再找机会把我们全都吃掉，对不对？你们不要误会，我自己并没有打算要离开，只是不想儿子继续留在这儿受苦。他还小，心地非常善良，从来没想过要伤害别人。妈妈，我要吃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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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傻孩子，他非常幽默。村长，别信他！求求你们，做妈妈的只是希望孩子能够平安，其他的我都不奢望了。村长，您答应他吧。十个座位再加两个。座位不够啊，他发育不太好，不占多少位置。妈妈，我们要去哪里呀？小慧慧乖，以后妈妈不在身边，你不能再任性了。要乖乖听哥哥姐姐的话，不要调皮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呀。妈妈，好感动啊！他们太可怜了，村长答应他们吧。好吧，你们母子俩都上来吧。谢谢，喜出望外呀！懒羊羊，你帮我抱着小灰灰。出宰了！美羊羊！吓死我了！大家小心，又来了！想走？阿豹，给我追！哇哦！东西，阿豹！别动了！守在这儿，把他们困住。是。出不去了。再想想办法吧。
我有办法。啊！我们投降吧。好像是个好办法。不要这样，投降的话，我们还是会被虎威太岁欺负的。那要怎么办呀？老公。当困难来临的时候，请你举起你的左手，左手代表着方向，它不会向困难低头。当遇到挫折的时候，请你举起你的右手，右手代表着希望，它不会为挫折发愁。看不好，比懒羊羊还要粗心呢。懒羊羊呢？懒羊羊，懒羊羊，灰灰，懒羊羊，懒羊羊。刚才明明看到他们飞过来这边的。懒羊羊哥哥你好厉害啊！那还用说，我可是聪明盖世不可一世。聪明盖世不可一世。想来揭穿我的秘密，看我不替天行道收拾你们。就让我的好搭档招呼你们吧。懒羊羊哥哥，你要怎么了？那里有个公园。哪里来的什么公园啊？就是这哪里是公园啊，这里是天堂啊。懒羊羊哥哥，这个能吃吗？那能吃能吃。好新鲜的水果啊。哥哥你尝尝这个。好新鲜啊。你做得非常好。哎呀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
过关。可恶的喜羊羊！可恶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呸！我绝不会回来这个鬼地方。在回来之前，我们还是先想办法出去吧。你看我找到了什么？难道这里就是藏有无敌图腾的地方？找到图腾，我就可以回去救老婆和儿子了。村长所说的图腾了？不会吧，就这么一张纸？冷静，带回去再琢磨。你先把它卷起来吧。你轻一点，别弄坏了。什么味道呀？好香啊，烤肉的味道。你的尾巴着火了。上面！哎呀！嘿，快点上来呀！好，轮到我了！危险呢！超越刘翔，再破世界纪录！厉害呀！那当然了。出口在哪儿啊？没出口啊。那跳上来干什么呀？跳上来看看有没有出口啊。干什么？看来要做吊烧肉了。抓稳了。还有什么折磨在后头啊？498101。是你们啊？居然找到了图腾。你们把石块抽出来干什么呀？数沙粒的时候用来计数啊。别管这些了，赶快回去救我老婆和儿子吧。不行，必须等我们数完沙子才能走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规矩。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我还要赶着回去救大家呢。不用很久的，我们已经数到刚才数到哪里了？我也忘了。重新再数一遍算了。你们二位就再耐心等等吧，我们一数完马上就。不用再数了，因为天上一颗星星也没有。不信你们自己看嘛。真的，一颗星星也没有。困扰了我们2000多年的秘密终于揭开了。作为答谢，我们会用最快的工具送你们回去的。耶！坐上来吧。这只是你们睡觉用的毯子吧？这可是货真价实的飞毯。2010年限量纪念版。要怎么起飞的？有没有安全带的？再见，有空回来玩啊。几乎所有区域都变成沙漠了。也许就剩下我们的青青草原没有被破坏了。怕什么？
我们有图腾在手，天下无敌。那三个坏蛋只有求饶的份儿了。啊！哎呀！灰太狼，我觉得你还是坐下来比较稳当吧。喜羊羊，拜托你有点英雄气概好不好？哎呦，我的蛋啊！哎呀呀呀呀！真是笨蛋，你不怕死啊？怕呀，可我更怕老婆的平底锅。风太大了，你自己抓牢，我去控制飞毯平衡。喂喂喂喂！懒羊羊哥哥，我们来唱歌吧。不要，都困死了，还唱什么歌啊？那哥哥你睡觉，我唱歌哄你睡。有怪兽来，马上叫我啊！不过我睡觉不用听歌的。我要吃呀，我要吃呀，懒羊羊，懒羊羊。你从哪学的这乱七八糟的歌呀？爸爸教我的。我要吃呀，我要吃呀，懒羊羊。哥哥，你以后要不要来我家？我们一起唱歌吧。我要吃呀，我要吃呀。我才不要，去你家。你以为我是傻的？你怎么知道的？爸爸妈妈说你总是傻乎乎的，最容易抓啦。啊！哎，我们回来了。抓稳了。你爸爸会飞，可我们会死的。好可怕的黑影！安静，呆着不要动。懒羊羊哥哥，你好机灵啊！还不是被你爸爸训练出来的。爸爸好厉害，爸爸好厉害。我最讨厌跑步了。哎呀，你完蛋！我又脏又懒，不要吃我！救命啊，小灰灰，快救救我！哎呀！轻轻一按，一网打尽。你们回来了、你们怎么回来了啦？借用灰太狼先生的话，我们又回来了。
狼狈为奸，我们？擒贼先擒王，我吃点亏对付首领，你对付那七个手下，冲啊！还什么呀？你不是很喜欢说话的吗？阿豹！哇！还是我对付这七个，你对付那一个吧。冲啊！哇！哇！嘿呀！嘿呀！三叔、表哥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刚才是你先动手的吧？表哥，你们放了我吧。我告诉你们一个天大的秘密。这叫什么秘密呀？你看这个圆点是不是很像这个洞口？是有点像。这什么意思呢？还是不大明白。有什么秘密呢？秘密就是你们完蛋啦！有话好说，这次不是来抓你们的。不发火还真不知道自己这么厉害。塞住洞口，看你们怎么出来。还想骗本大王？老婆，你在哪儿？老婆，老婆，你再坚持一会儿，我很快就会救你上来的。我们要齐心协力，患难与共，救狼同心。我坚持不住了。老婆，坚持不住也得坚持。别管我了，你也太危险了。不可以走啊！再怎么样，我不能丢下你。我们非常感动。傻瓜，我出去不是整天骂你，就是用平底锅打你。我不挨打没精神，灰太狼爆发你的潜能啊！
花，没事儿了，快上来吧。老公，你和儿子没事儿就好。儿子，老公，小慧慧不见了。什么？那赶快去找吧。虎威太尊，你给我出来！我说过，山水有相逢。太岁，他们想破坏游乐场，一定要严厉对付。我现在给你们两个选择：第一，让我把你们送到沙漠去；第二，你们自己到沙漠去。我们是不会再向你屈服的。是，团结起来，绝不怕你。把这些家伙赶出青青草原。啊驾！这可怎么办呢？还有谁要跟我讲道理呀？啊驾！啊驾！啊驾！我打！还是水池安全，一会儿再出去找儿子。好办法，好办法！儿子，快跑啊！一定要尽快把儿子救出来。哎呦！老公，你没事吧？哎呦，我的头！竟然一点也不疼。那就快去救儿子呀！对对对，救儿子，我知道门口在哪儿。这样都没事。是面粉。这个，他们被吓破胆了，已经思维混乱，神志失常了。你们马上投降！对呀、对呀、我这么厉害，你们马上投降。嘿，哦，看见了吗？你们怎么还不害怕？喂，别过来啊！刚才我是吓唬你们的，再过来我就要跟你们讲道理了。先走了。怎么用真石头就讲不了道理了吗？你说过的，山水有相逢。不关我的事，都是这两个虎面兽心的家伙强迫我干的。到处建游乐场，破坏村庄，都是他想出来的主意。我无辜呀，他们要负全责呀。要怎么弄开呀？哎呀，帮帮忙啊！小胖子懒洋洋也在下面。小灰灰，你在哪儿啊？喂，懒羊羊，懒羊羊，小灰灰，儿子，懒羊羊，小灰灰，懒羊羊，懒羊羊。儿子，老爸来救你。这种草用来烧烤最香了。这就
是我的大弟弟，这位是大哥。嗨，大哥，不会吧？怎么有意见啊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大家快离开这里！太完美的结局啊，超高兴啊！现在的胡霸王真是十全十美。军师，军师，我要扩建我的游乐场。哼！什么游乐场？我要重建的是远古时代。他们好像内讧了。到底谁是虎威太岁啊？废话，从一开始我就是虎威太岁。真是超级傻瓜。虎威太岁，你只不过是一只加大号的猫罢了。猫？哼，因为虎年是老虎当动物理事会的会长，我才利用一下你来拿拆迁证明。现在我都达到目的了，就没必要再撒谎。不可能，我是老虎，我是会长，我是虎威太岁。把这个机器人给我拆了。哼，超搞笑。腿软。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我可以主宰一切，别浪费时间了。你不信可以叫一声，叫啊！这喵！你从小就一直骗我，我是一只猫。哇哦！你得意什么？哇哦！洗把脸，照照自己的模样，看看你是什么。村长，这是什么呀？很明显，它是一条猎狗。这是猫，那是狗。那你也是冒牌的吧？不错，我才不是什么壁虎。我可是血统高贵的恐鸟。看看这个。你发育不良吗？哼，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环境，我才变得这么小啊。消灭所有的现代植物，我就能回到最适合我的世纪。那时候我们的家族都那么大，我就能变成最高尚的恐鸟了。虎霸王，给我清除这里，我要重建远古时代。大家快散开。老公，有没有办法对付他呀？这不是废话吗？没有。那好，我们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们又来投靠您了。
真会看形势呀、啊！不许通报，到沙漠去！但好像不想打了。心疼了吧？希望不会是触觉刀吧？看我的卧虎神威！老公，快抓住！时候不是这么说话吧？你相信我吧。灰太狼，你偷吃了一个蛋，好像没告诉你老婆吧？什么？老婆孩子挨饿，你倒吃独食？我没有。那你的蛋呢？盖了，扔得好。喜羊羊，羊羊狂暴。灰太狼，跳上去躲躲！灰太狼，他把蛋煎炒煮炸，证据们对！哇，加面了！你的妈妈为这么忙，送个东西帮帮你们！我的天哪，控制器被破坏了！没偷吃干嘛要躲？喜羊羊，我恨你！煎炒煮炸，证据们对！我让你吃着真实的蛋！啊！救命啊！五年第一冤呐！还敢说我冤枉你？双锅合璧，天下无敌！青青草原的霸主只有灰太狼大王一个。你到底还偷吃了多少？老婆冤枉啊！表弟，把他们都给我咬死！表弟，咬死他！闪开！我来对付他了。去吧！表弟，你怎么敢吃素的了？空鸟因为环境的改变，它们进化成了草食动物，你不知道吗？进化是不可倒退的，回到空鸟时代是不可能的了。我遗憾地宣布，我输了。你们想怎么样？把你家的地址说出来，我要把它改成公共厕所。
选择：一，放过我们；二，让我们走。你们是讲文明的，给一条生路可以吗？哇哦！四脚蛇，你完蛋了！我说要的是一条路，不是一个蛋。你敢抓我老婆的口误，你真的是完蛋了。等一下，听我说，图腾的秘密我已经找到了。哦，老家伙，那你天下无敌了。村长，让他开开眼界吧。我已经尝试过多次试验了，终于让我解开了这个谜。看来好像是全家福。对，是全世界的全家福。你看，这是狼、老虎、大象、猫猫、狗狗，还有羊，都是哺乳类动物，都是从爬行动物进化过来的。这个四脚蛇是我的祖宗。别打岔。再往上，祖宗的祖宗是两栖动物，然后是鱼类，然后是……村长，您直接点，这是什么呀？中间那个点就是单细胞呀。老杨，你到底要说什么呀？说起来大家都是亲戚。昨天他们来拆了我们的家，今天我们又难为他们，这不是很可笑吗？可笑，可笑！这叫什么图腾啊？还什么天下无敌？只要大家都不是敌人，不就是天下无敌了吗？你看。亲爱的朋友们，笑一笑。灰太狼，你答应过以后和大家做朋友的。是朋友就应该帮帮忙，填一下肚子啊。喜羊羊不见了。该死的喜羊羊，你给我出来。好啊。大家都没事吧？我已经改造了虎霸王，让他改邪归正了。别激动，朋友。新年快乐，你的蛋。老婆，蛋我没吃，留着给你和儿子。一个不够，快去多拿。老婆。我一定会回来的。Ha h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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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